得需要台下这些听众们的帮忙，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唱阿卡贝拉。对，那可能我请Robin 大伟、燕珍下去帮忙一些比较害羞的听众。好，哎，阿卡我们要干嘛？我会教你们要干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从中间这边分一半，然后两边可能要唱不一样的东西，让你们感觉一下唱阿卡贝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。Thank you.